一開閘嘅時候啊，咁啊稍為慢啲，係嗰只中城區啊。前面快嘅馬咧，見到外邊位置有精彩生活啦，追出嚟十八掌啊，埋邊金寶都搶埋一份喎。跟住個第四位有赤馬紅峰啊，內欄第五啦，藍三就加州王者中檔，第六紅三黃帽就博望波啊。後邊四匹馬分別有中城區、龍來了、飛馬將軍，暫時殿後咧係精彩動力嚟㗎。咁啊轉呢個滿貫灣接近千二米嘅段處啊，放頭嘅馬係金寶啊，跟住響第二位就十八掌啦，守住內欄第三係精彩生活啊，第四位仲有赤馬紅峰，內欄第五咧就係呢只加州王者啊，第六位紅衫黃帽係博望波啊，後邊嗰四匹馬分別係中城區、龍來了、精彩動力，亦都趕過咗褪落嚟嗰只飛馬將軍㗎。去到對面直路中段咯，放頭嘅馬係金寶啊，位置變動上面都唔大㗎啦，十八掌就跟住個第二位啦，精彩生活咧咁啊內欄第三，第四位仲有赤馬紅峰守住內欄第五啊，藍衫藍帽嗰匹咧就加州王者啦，再數後邊嘅馬有博望波、中城區啦，尾三位只係龍來了、尾二精彩動力包咗落尾藍眼罩係嗰只飛馬將軍嚟㗎。好啦，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咯，前面金寶咧仲係佔先半個身位啊，十八掌開始上咗嚟啊，守住埋邊第三，紅帽咧就精彩生活啦，一樣等入邊喎，加州王者啊，揈出去外邊追嘅馬有赤馬紅峰、博望波，再出裏邊嘅馬咧仲有飛馬將軍同埋龍來了嗰啲。博雲星咧就容許佢嘅坐騎博望波咧喺未帶嚟赤馬紅峰之下咧就向內斜跑噶，咁啊導致赤馬紅峰咧再向內咧壓入去加州王者，咁啊呢個隔山打牛咧令到加州王者需要立避啦，咁啊所以咧博雲星咧就被判罰咧不小心擦騎嘅第二級，而影響他人的程度咧，亦都係屬於第二級噶。咁所以咧，就喺考慮咗佢嘅良好擦騎記錄之後咧，就判佢罰呢一個咧一日停賽嘅。咁就會喺10月4日執行。咁即係話咧，其實佢本身應該係罰兩日，而佢亦都咧係有良好嘅擦騎記錄，咁所以只係需要停一個賽馬日嘅啫。位啊，如蘭追跟上嚟，仲有隻精彩生活啊！最後100米，博望波已經拋離群區，贏出呢場賽事，跑第二名啊嘛。外邊赤馬紅峰，入邊咧仲有精彩生活啊。至於第四名係龍來了啊。結果今場賽事咁啊，呢只博望波咁啊，揈出去中檔咧，咁啊，結果就贏得相當輕鬆啊！第二名啊嘛，赤馬紅峰入直路初咧有少少塞車啊！最後記得留言、贊好、訂閱、撳鐘仔，仲有我哋嘅新 platform Record Sale。好，下次見。